头长发配上名牌珠宝和低胸高叉晚礼服，巩俐出席迈阿密风云首映会的打扮相当美艳。因应主演媒体摄影师的要求，巩俐摆出各种角度的 pose， 又撩裙子又挥挥手，配合度相当高。无论是同台演员或是红地毯贵宾，对巩俐的表现都一致说赞。How pretty is 巩俐 today from 1 to 10? 10. She's always 10. She's more than, she's 10 plus. Oh my god. She's a 10. She's absolutely gorgeous. 她嫁给巩俐打上超过满分的好成绩，但是这位亚洲影后对自己的表现却过度谦虚了。50吧，一半一半吧。角色很好，你有很多可以发挥的那个余地。完了，跟导演这么疯狂的热爱电影的导演合作，我很荣幸，学到很多东西。完了，跟两位演员合作，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，非常难得。这是巩俐在好莱坞的第一个电影首映会，虽然她是盛装出席，又是爆乳又是开高叉的，不过呢，她今天的表现算是有一点生涩，因为她只有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，语言的限制让她减少了许多曝光的机会。即使带了随身翻译，巩俐还是以飞快的速度完成红地毯的访问，跳过大多数的英文媒体。平时首映会都会有的剧组合照，巩俐这位女主角也以看似不耐烦的态度选择缺席。倒是影迷们在现场的嘶吼，又像是在叫巩俐，又像是在叫科林法洛，显得相当有人气。本台的新闻，林毅、吴婷文、王雅丽，他们报道。